注意这五个口诀：按、开、拿、拉、抓。啊！不要这样好吗？大家好，这边是新北消防发面。看到后面的室内消防栓了吗？你以为今天是要教大家单纯的消防栓使用方式吗？太天真啦！首先要替大家来解惑有关室内消防栓常见的一些问题。Question one：室内消防栓在每个地方都会有吗？不，并不是这样子的。室内消防栓它并不会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还有住宅都会设置，它会依照场所的用途还有楼地板面积的不同来去做设置。那通常会设置在楼梯间或楼梯口的墙壁上，所以平常一定要多多注意室内消防栓的位置哟。Question two，有关室内消防栓前面的阻碍物，有些民众常常贪图方便，在室内消防栓前面放许多杂物，比方说像是垃圾桶、脚踏车、摩托车、摩托车。在室内消防栓前面摆放私人物品，除了会影响室内消防栓的使用之外，而且还会影响逃生路线。最重要的，有可能还会触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以及消防法哟。Question three， 室内消防栓可以做什么呢？练战绳。拿来浇花。整副 play。不是，室内消防栓的功能是没有用的。如果说火灭不掉的话，就要立即逃生。同时逃生的时候，也要一定要指示其他人一起逃生。啊！能不能灭火？简单判断的方式，如果火焰高度超过您本身的高度，或是火势高度不高，但是已经引燃周遭可燃物，这个时候最好选择逃生。这里提醒大家，当在使用室内消防栓灭火的时候，进入火场前一定要先看好退路，以避免受困于火场。Question four， 重点来啦，消防栓到底怎么使用呢？注意这五个口诀：按、开、拿、拉、抓。啊！首先，第一个按，大家不要误会，并不是按下去之后水就会喷出来的意思，而是按下几天警示大家，叫大家赶快逃生的意思。第二个开，就是打开消防栓箱门。第三个拿，就是拿消防栓的苗子。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它有没有接头。第四个拉，就是把苗子还有水袋一起拉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一下水袋跟苗子有没有打结的状况。第五个转，就是开启消防栓的制水阀，逆时钟的转开。当然，如果说旁边有人的话，可以请他协助开启制水阀。在使用室内消防栓涉水的时候，请一定要前弓后箭站好，握紧消防栓的苗子，因为水压的反作用力非常大。如果说你没有站好，就没有握好的话，一点都得像。另外，大家还可以转动苗子的喷嘴，选择适当的涉水方式。如果直接看到了火点，则可以将苗子调成直线的水柱，直接扑灭火源。如果浓烟密布，则可以使用水雾排烟，等到发现火点的时候，再用直线水柱去给它做扑灭动作。大家会使用室内消防栓了吗？来，跟我复诵一次：按、开、拿、拉、抓。室内消防栓是我们很常见到，但是不太会使用的灭火器材。唯有谨记五字诀，在火灾来临时才不会兵荒马乱哦。